哎，你住在哪儿？哦，住在留学生宿舍。哦，几号楼？9号楼。多少号房间？308号房间。哦，你家在哪儿？我家在学院路25号，欢迎你去玩。谢谢。嗯。张丽英家在哪？我不知道，王兰知道，她常去。好，我去问她。嗯。王兰。嗯。张丽英家在哪？嗯，清华大学旁边。你去他家吗？对，明天我去他家。你不认识路，我们一起去吧。那太好了。